这可以借我搓一下吗？你不要搓死，你咬它，咬它，哦，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我们要用钢盆打八档来搓。我刚刚定做。钢盆。钢盆。那你先吹一下。你帮我吹。怎么弄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传播帝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甜点，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跟老朋友。耶、yeah, ，我是少年少女的梦，我是思明。啊，我是 Nick。哇，你很冷静，显得很像是。对啊，你故意要营造我们很奇怪的反差吗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k。耶、yeah, ，好配合的哦。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甜点？我们今天要做舒芙蕾跟司康。会让人舒服的舒芙蕾吗？刚才是想到这个概念，我们好老派。舒芙蕾就是属于那种要现做现吃的甜点哦，不能放对不对？不能放，它一放就会塌下去了，它就会塌下去了，会软掉。所以我们做完的时候马上就要，那趁它还硬挺挺的时候就吃掉。对对，嗯，这是蛋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蛋黄的汤，然后你先把这两个加在这个锅子里面，然后我们用打蛋器把它打发，这样子打发我们就会这样。哇、哦，好、哦，那、哦、手活比较好。对，老师好厉害哦。那我现在把这个低筋面粉把它加进去，不用锅塞，把它混进去里面，就是把它拌到像这样子粉丝进去就可以了。不难耶，就很流畅的。跟我衣服的颜色好像。我也喜欢黄色。对，好，我还喜欢红色笑话。我怕你听到变心。好，然后这个牛奶我把它加进来，这个汤锅，等一下我们要稍微把它加热一下。好，古林。加一点这个香草酱，然后这个是奶油，无盐奶油，就是很安静的奶油吗？安静的，为什么是奶油？因为它都无盐啊。啊，没有盐巴的无盐奶油。没想到是它的梗，它的那个点哎、欸。对啊。然后我把它就是稍微的开个火。有学生跟你告白过吗？有，好，没有啊？怎么可能没有？对啊，可是上完甜点课说，老师这甜点其实要送给你的。工作跟工作私底下是私底下，所以我就会把它分开一点这样。我们的牛奶要稍微把它加热一下，加热一下。它现在有没有有点冒烟？有，老师你快知道我。这样就好了，因为我也很害怕，最近刚被烫完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把它回来吗？我们今天录影真的很厉害哎，转来转去录，很厉害。第一次看到这是三集，我觉得。酷，现在一直搅，然后我帮你把牛奶冲进去，边冲进去就边搅，好香哦！我最喜欢闻那种很甜的味道了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等一下就是用这个继续煮。舒芙蕾不会很难做，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煮的这个酱，就是有点类似卡士达酱哦。所以我们在煮的过程中呢，要怀抱着舒服的心情。对，然后煮一煮，等一下这个会变稠，有没有？变得有，真的耶！老师，你的胸几寸？很厚实吧？最近有练的比较好一点，那要借我们摸一下吗？因为蛋里面都会有那个蛋精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把它过筛，就是把里面有拌均匀的粉渣给它滤掉，然后它的口感就会更均匀、更绵密。可以啦，他少啰嗦。下去。好了，不得不说你手活比较好，真的。我变成我在做，老师好多好浓哦。好稠哦，老师好稠哦，好难拿捏尺寸。然后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把它贴保鲜膜，然后呢，冷却，拿去冷却，因为这个不可以放在室温下。哦，嗯，因为那个放在室温下，它很容易滋生细菌。鸡蛋很营养，蛋营养。然后再要笑。所以我们赶快放在。而且老师刚刚说的是一个黄色的笑话，我没有了。蛋营养，因为蛋是黄色的。嗯，我等一下来做司康，好，英式的司康，司康有口味吗？原味，原味，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搭配我自己煮的果酱，这样。而且你刚刚没有回来，我说 scone 对吗？对，是，我没有听到，所以这个奶油是冷冻的，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司康的奶油是用冷冻的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先跟粉就是和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把它切小块，切到差不多接近一公分的定状就可以了。等一下会把它跟粉一起做一个沙化的动作，就是我们的面粉，然后泡打粉跟我们的那个细砂糖，对，把它放进去一起切。好，那我要那个把它插进去里面，老师要插进去了啦，真的，这个奶油把它丢进去，耶，来个慢速，接下来再快一点，你平常也会这么高速？平常，
慢慢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潘老师胸大肌吗？真的吗？没有啊。老师可以借我搓一下吗？搓什么？胸肌啊。胸肌还好吧？你不要搓我使劲啊！你还哦？啊，就这样子。真的假的？这个过程你们叫做沙晃，它等下就会变成像沙子一样。蛋加进去，牛奶把它加进去，我让它成团就可以了。几人成团？六人。好，可以了。老师会做甜点给另外一半吃吗？看他喜欢不喜欢吃吧。如果他喜欢吃，我就做。我们稍微让他长到差不多2公分厚，但是他现在已经超过了。老师拿出了一根棒子，要掌握节奏，前戏要做足。老师这棒子好温柔。2公分。老师你好会量高度。对，因为我喜欢。那你自己都怎么量？我量怎么？你有中招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拿去。冷藏松弛一下。那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步骤咯，先把奶油先稍微的软化，有点像美乃滋那样，把它弄软，把它稍微的软化。是用微波把它弄软吗？如果你家里还是用热情，你就用热情，微波炉会比较方便。还是用不能用热情，还是用。哎呦，我不知道走到哪边尺度好不好？好，把它刷在这个我们这个烤盅里面。然后记得刷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顺着刷上来，这样往上刷。对对对，顺着往上刷。它积在下面。不是，因为这样它等一下在烤的时候，它才会顺这样向上成长。对对对。所以你往下刷，它就不会往上跑上来。啊，没有，我是说刷痕要是一致的、直的。哦。对对对，怎么样啊？没有没有啊。我是有点凶。不会。好好。我喜欢。然后砂糖，我们都倒进去。细砂糖，把细砂糖倒进去。到几公分？不用倒一点点就好了，然后就有0.5，所以你还要再倒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啊，我们是让那个粘附在那个旁边而已，多的要把就刚刚那些要粘它了就对了，对对对对，多的要弄出来，然后等一下这个糖就会跟那个舒芙蕾一起烤，烤的时候它就会整个变得有点脆皮的外侧，哇，我最喜欢这种口感了，对。然后我们把它拿去冷藏，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把面糊装进去一起烤，对。然后这个我们要用钢盆打发蛋白霜。我刚刚定做钢盆，钢盆，然后里面不可以有油跟水，我们要把它擦干净。然后这个蛋白是室温的蛋白，怎么了？我没有讲什么。然后那个蛋白把它放进来，然后蛋白先打发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才开始加糖。蛋白好可怜哦。为什么一直被打发？这个声音。那我们先把它打到起泡。我们来跟老师打泡。细砂糖加进去。我们要淋你们的意思。很像沐浴乳的那泡泡。加一半，先加一半。好，先加一半。好。然后因为加了糖之后，它就会变得比较结构比较稳定，然后比较细致一点。所以你有加糖的蛋白霜就比较不容易消泡。那你的胸肌有加糖吗？搅一搅。垂直的拉起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状态，波浪型的弯钩状，像这样子。波浪型的弯钩状。对对对，它拉起来是有点就微软掉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你打得太硬的话 ，micro soft。等一下，你的那个舒芙蕾的那个就不舒服，面糊它会炸开啊，就不会是那个直线的上升。对对对，它会整个炸开，那打得不够发炎就变成蛋肠，有可能。老师现在要去预热烤箱了，好，几度？我今天是用水锅炉，然后我们用差不多。200, 180，我们先用180就好。好，然后刚刚我们做好的这个蛋奶酱呢，已经冷却了，冷却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分两次把它拌进去。一开始的话，我都会习惯切拌切的，因为这样比较不容易消泡。如果你拌的太随便的话，它很容易就会消泡。那你刚刚打的那么辛苦就白费了。好，我稍微的把它拌匀一点，用这个。天哪！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做甜点？手不要停下来。当兵的时候，当兵的时候，不要命令我。当兵的时候啦，因为那时候我是当替代役，然后就是甜点替代役，不是我是在养老院当。天哪，突然变得好有意义哦，这种。对啊。然后我就是都会陪老人家去看医生啊，然后去陪他们去买菜，然后帮。然后医生说他们有糖尿病，不能吃糖，就做甜点给他们吃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刚学，我有去实践的进修推广部，然后那时候就找饭店的师傅去学。所以老师喜欢法式的吗？对，我之前去法国学甜点，我觉得。那你有学法式生活吗？法式生活是什么 ？French kiss。啊，没有啦。接吻倾向什么样的接吻？比较喜欢哪种类型？我不想回答这个。这问题还好吧？
接吻就是亲一下还好吧？你都可以聊接吻，不能为什么不能聊接吻？他说对方开心就好了。对啊，那对方如果会咬人嘴唇的，你喜欢被咬吗？访问他啦，你访问他。但是对我没兴趣啊，喜欢被咬吗？什么啦？等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它装进去这个里面。还是咬人可以吗？什么？对方要求你咬他可以吗？好说，这边呢用这个磨刀稍微的把它磨平一下。哦，把它磨平，那边收。我觉得会做成年人都好性感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刚刚已经磨平的这边，这个你有几双鞋？天哪，好漂亮！把旁边这边用手指头的指尖这样子稍微的清干净，这样子。就是要让它稍微的有点空隙，等一下它往外爆会比较漂亮。我们要进烤箱了哦。可以来，来进来，老师要进去咯。好，我们大概烤个差不多20分钟左右。我们先把这个芒果切成这样子，切丁的那种感觉的状态。哇，果肉取出来，这样清干净哦，不能浪费哦。好。全部都要进去。我们是两个频道吧？我们是临界频道，我们讲的话快崩盘，快崩盘了。等一下，最后就整个那个拿刀往我们大爆炸。少啰嗦，好凶啊！好喜欢啊！最狠的话是少啰嗦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好萌哦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百香果切，然后再用汤匙，很方便。对，少啰嗦。然后把它给它加热。然后加热之后要加什么东西吗？果胶粉，果胶粉。那就是你旁边这个。对，其实你不加果胶粉也可以，但是我想要让这个果酱稍微的比较稠一点。那如果你没有果胶粉，你就把它再煮久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打发鲜奶油，趁那个舒芙蕾它快要出炉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。我们现在先来打发鲜奶油。哦，我刚刚在跟谁讲话？你刚刚跟空气。好，我先来打发鲜奶油。好，把鲜奶油丢到这个锅子里面去。我们不要把它打太发，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佐料这样，然后等一下会加一点点这个白兰地，然后刚刚这个果酱我们已经做好了，这芒果跟百香果，然后加上那个果胶，对对对，煮滚了就好了，煮沸腾就好了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老师不会打吗？然后等一下我们加这个白兰地进去，加一点点酒进去，然后我们这个果酱先把它装到这个，好，可以了。可以了，是你刚刚有点打得太发了，但没关系。我刚刚就问你，我没有仔细看。你有责备的意思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快点快点。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不用，你都不用做什么。对，好美哦。然后呢，我拿汤匙。我们就吃了，对不对？快点快点吃，不然它会那个。好，老师我要怎么吃？你就是把这个刚刚的这个果酱倒进去。好，好，我现在要在上面挖一个洞喽，直接戳下去。对对对，直接戳下去。哇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果酱倒进去，因为你很烫，所以我不好意思让你拿。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这个打的有点稍微不小心过发的这个鲜奶油，你加上去。对，然后你把它搅在一起之后呢，一起吃掉。在里面搅吗？对。你会觉得酒味很重吗？好好吃哦。那你觉得百香果跟它搭在一起怎么样？很好吃哎，真的啊，真的真的好喜欢哦。想不到哎，我本来以为会很甜。不会不会，因为它有搭这个水果的风味。没想到是我比较甜。啊！老师，你喂他啦！哎呀，把你弄得白白的，不会很甜啦。鸡汤休息完了，现在要来弄鸡汤。弄，对，这个大家的纸就可以直接垫在上面。多荒谬！老师在那边做，然后我在那边吃，没有人要理他。好，我们这样压模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真的很好吃。就是像外面，我们刚不是那个刷模的时候，外面有就是有加一层糖。所以现在其实外面所有的地方都是吃得到糖的。我们先加百香果跟芒果的那个酸度，我觉得刚刚综合到这个甜味，它是一个很舒服的舒芙蕾，真的口感好舒服哦。好。好好吃哦，我希望今天有人做这个给我吃，老师可以吗？好，你回去可以自己做啊。我先把刚刚的面团再随便的弄一个不规则型的，因为不要浪费，反正就。其实你们那边在忙什么？他在弄各种形状给我看。是那个司康啦，司康。他还说不规则也没关系，他喜欢乱来。我们把他这个刷一点蛋液上去。哎，这有在录吗？有啊，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已经涂好蛋液了，稍微透过你刷一下。我们把刚刚多做的这个舒芙蕾跟这个司康一起进去。给它烤一下，180度啊，180度，我用180-190都可以，它是这样烤20分钟。哇，我们把它捏成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子，
小心烫哦。对对对，这样子。我先把它放上来好了。好可爱的盘子哦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盘子很可爱。我喜欢皮卡丘啊。你喜欢皮卡丘？对啊，我觉得它黄色。你会学它说话吗？不会啊。其实，在饭店里面，他们应该都是附那个无眼的。对对对。啊，但是我们今天是无眼的，我就把它撕开来。你看它撕开来是这样，换我眼。哦。然后就把它这样子稍微的帮你弄一点这个奶油。哦。你怕烫哦？真的很烫吗？那你先吹一下。你帮我吹。怎么弄啊？呼。这个这样子。啊。好，你先咬一口。我帮你加太多鲜奶油了。你看你的嘴角。你再吃一口啊，你再吃一口。我先吃一口你的司康。好。哇，你的感觉很有脆感。嗯，你刚刚没有吗？它里面应该是软的，对不对？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。不会啊，很好吃哎、嗯！我第一次吃到热腾腾的司康。热腾腾的司康比较好吃啊，然后你就把那个奶油抹上去，然后抹那个果酱，其实就会蛮 美味的。那你三年说单身，你要真有吗？不用啦，就是随缘这样就好了。加油！好，今天的这个舒芙蕾跟我们的这个司康，我们就已经完成了。然后呢，谢谢杰士明跟那个小嘉哥来拍摄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美味的下午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大家如果就是喜欢吃甜点的话，可以来学甜点。喜欢老师的话，来吃老师。你做 ending 的。传播地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甜点超好吃的啦，老师也蛮好吃的。什么？好荒谬的一点。要不要重做？不用 ，OK。你愿意吗？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like and share.